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再一次聚集在神的殿来敬拜他。我们每天有没有与主亲近，有没有更加的靠近他？主是我们的避难所，随时随地的帮助。这时候牧师邀请了弟兄姐妹，我们用这首与主更靠近来成为我们的祷告，在主的面前来祷告，跟他说我们需要你，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与主更靠近。你是我的永远坚定的爱。
歌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家庭都在你的赐荫之下受你的保护。主啊，我们不单单为自己求，求我们的生命更加的靠近你，我们求你的灵更充满在这地，在台湾，在我们芦竹，在我们的社区。因为当你的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这里的人要得到祝福，这里的人的生命要得到翻转。主，我们为我们能够安居乐业来向你祷告，来向你感谢。我们求你再一次来充满这个地方。所以牧师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站立，我们站立在主的面前，用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代价，就是站着站着而已，在这边不要举手祷告也可以，不要手放在你的心上祷告而已也可以，为我们的社区，为我们亲近的人，为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们来跟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充满这地，求你充满这地。感谢你创造的
神的灵要临到，这圣灵不是我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，而是我们恳求呼求他的时候，他就临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用短短的一些时间啊，来啊为你所伤心的人啊，关心社区的啊这些被流离的百姓灵魂，我们来祷告。Bye.
你有赦罪的大能，你有将我们从辖制捆绑当中获得自由的大能。主，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成为我们一生的引导保护，也成为我们一生的当中最大的力量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在你面前所排列的，愿所有的颂赞啊，我们所有的敬拜能够蒙你的悦纳，使你的名得尊崇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